都是河网啊。我们以一个小手机基准。国内要33点哦。那是以简单一点的。是吧？先找个简单一点的。20。哪里？20点。还是帽子，看起来蛮帅的。哎，真的是刚好过了40点。哎，这个是有牌子的。不好说，而且你又会不自己说。高雄，我们第一次来也没有雷达。雷达先猜30点。这个我好，这个好那个。哦，太好，我们当板哦。哇，这个哦，大甩。可是它态度很怪，应该是这一层的关系。可是还是它的叫副板，它比较好。哎，它其实有两派到了对上层。然后副板比较好香吗？好像是哦。嗯，居然还会用门来。这个厉害嘞！太扯了。对啊，超扯哎。哎，你是要中的？绝对防御，他不会吃这样子，还是会搏一次。他刚刚已经觉得我要出了，所以他把我吃掉了。好会这样，这么奇怪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哦，这么厉害，他还会知道你要出了，这么厉害哦。现场好像这层如果摸到很好打，可是好像那个没有转距。哎，其实这个算好打，只要会自己的拍速都好打。可是这是几拍？这样子哦。哦，有，大概知道了。就差插进去而已。它是可以用你的，发现。可是它有延收，这才是重点。有延收，看得出来很明显。还是用这层就好了。哦。好，站脚。这样。先去。那起来怎么都那么怪？它甩起来有。奇怪。它到了点，好像有点小小的延收。有，很明显的延收。所以我不能及时，我不能捏宝哎，我捏宝会捏不到哎。对，我捏宝会捏不到。好，下一点，有点。我想要把那个用品。我甩起来的哦，拍速怎么那么怪啊？不知道，而且它甩起来不知道什么，挖哪一个怪的？我想直接挖上面。它怎么是这样子？到了2秒。哦。啊，没有看。主要是下面那个啊，它卡住，它把这个夹起来。啊，现场摸不到哎。摸不到。这边那个是挡板哎，这个是挡板，这个是摸不到的。我刚没有20哦。血，哎，他有血哦，哎，对啊，他有血，哎，真的哎，哎，其实不简单哦，不简单，我觉得小艇的不简单，有啊，有在往前的，我会不会连30点都没有啊？好像有可能，有了吧？我靠！感觉这是高雄来的会痛苦一点哦。对啊，哎，他掉进那个洞了，那个洞就是摸不到哦，还是直接直上直下。哇！还用吗？不要了，有点可怕。哇，感觉很水泡哎。哈哈，有点水，比较好骑啊。试试看啊。这样看起来很像那个右边这个应该要掉了吧？他没有说那个现场。那也没写。哇，好大甩。它的拍速，而且又延收。我觉得又很那个，这个吗？那它只有7秒而已。哦，终于比较好出一点了，我终于有出货的感觉了，我好开心啊！这个怎么看起来那么奇怪？我抓这个，撞它。它只有7秒是不能打的概念吗？对，它不能打。哎，过分了。有了，哎，
可惜。我怕没有上市，我好像不可能会有。哦，有有有了。好像我们早一点的可能会好一点。我不要再找什么两点三点太难了。有可能有点太难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一点，一点会好打吗？这小美画幅上面买一个要三十几块钱。哦，会掉哎。这个下来就好了。丢哎！哎，不要这样子。这个够厉害哦。我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这个才有点厉害哦。对，这有点厉害。只有来高雄杯店。对啊。哦，好好好。他刚如果后面没有东西，他又丢回去了。免水洗发喷雾，洗发的好帅哦！可以洗头发的。哦，可是我觉得你夏天还是会想要洗。哎，这两点呢？两点。而且这个还比较低保哎。因为这个水，我来试试看，我觉得我可以。我为普先猜啦，他应该你去前面，他绝对是钉爪的时候直接收回去。你连路爪的空间都没有，除非你去夹这一根。我想要夹上面的，可以吗？五秒，不行，那边会下饭。你这边还有可能会那个。哎，为什么不下？好像有一点机会。那我再试一次。可是它那边有挡板耶。哇，过不去哎！不是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这边下转应该摸得到。哎呦，我不会玩。你都找，那我用吧，看能不能把这瓶水救出来。哎呦，刀！哇，你救到我的！哎，好像还不错哎，还是前面我挖看。它长很大，但是你说它可能会顶爪。我觉得有可能，那我先全包看看会打没有。哎，对，顶爪。它爪都好斜哦。哇，没力气，他不能捏，很斜，给你斜，结果你还是找不到啊。对啊，他虽然完全好像没有什么感觉。哎，他下放哎，后盘会下放。然后他怎么了？来，认真一抓，下放。那抓后面那个嘞，下面那个，他应该会下去，然后。哎，怎么刚好绕过去那个洞？白色。起来，撞它。哇！哇，没救了。这个可能还比较简单一点呢。这桶都烧吗？哎。哎。他七秒就是不让人家拉。是他不能拉。哎，能吗？哎，好像可以。嗯，他刚才是没有收爪。六、四、三、二，他不会收爪吗？哎，有收爪了。收了。我刚那样上次打出货了吧？四、七、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所以这边的王台是要拿出货吗？拿出货吗？好像是要拿出，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简单一点。六。哇哇哇！一，有剩十块钱，看能再出几个。他是用打的没错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先看有几个。我们看有几点。你知道你还记得点数多少吗？他都是用打的、啊。然后这边再拿一下，它应该就出了。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这边是拿出货就对了。对啊。哦，能让它前面让它倒爪吗？倒爪之后应该会压。对对，前面让它压下去。然后这边前面这里还可以拿一下。
三二一，哎，他这样，他这样这么厉害，但没有下去，可是那边快倒了。不能用假的，假到会出事。是这样吗？应该也不是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下去。哎、欸，被我抓回去了。他这就不能抓到，他抓就是下去了。对啊，先得。哎、欸，他就直接让他倒爪，是不是？是吗？压下去倒爪。可是他倒爪之后，上去才是手爪。对啊，再来一次。要撤回去，这一根超厉害，撤一根超厉害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卡线，卡线了。啊，他应该坏了，他应该坏了。没有，你说这个在线夹太过分了。回来回来回来啊！下去，再一个，给我卡了，因为他本来就卡线了。对。去找平狼啊！再一次。还有吗？算了，不要了，他一直卡。三十一把。好，那我再看一下。我先看他下来会不会再摸一个。他刚刚不会直接回来吗？好，没有。好，好吧。他捅多少？我怎么感觉这可以啊？两点呢？我觉得这可以，不知道什么。对啊。他也是轻描，为什么那么？不对，这比较简单一点。这是两点，真神奇。腰果，腰果是很轻。不能拦吗？不能，太难了。所以他轻描。哇！你这脚可以对啊，可以撞到它吗？撞。好，我是。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真会带。对啊。哎，那这里可不可以捞？七、六。哦，哎，这个真的比较好一点。哦，以两点来说的话。哎，没有出，没有出两个，对。再一次，我觉得前面这个比较有机会。哇，好大甩哦！哎，这边是什么？是哪一只卡住啊？看不懂。很大甩，然后把它甩甩放上去了。对啊，那把这根打掉了，这根太 S 了，这一根。哎，那边是要掉不掉的？再把那个打掉掉，哎、欸，那边其实前面那边挖到，试试看哦。啊，不行。还有几个？哎、欸，刚才三十一点的对。其实我蛮好奇这个的，我有点想要夹一根给自己用，可他没有人补的对。那就不要硬夹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一根有机会，因为那前面有一根打下来。哦，严收，还抓上面的那只滚下来。没有上去了，有了，哎，我以为有嘞，哎，抓到，哎，那一根是发生什么事？哇，这样子不会输哎，对啊，有了吧？好重，好。看一下，它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颜色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、啊。还有什么风铃？另外一个小苍兰。小苍兰比较好闻。小苍兰好闻吗？我觉得小苍兰比较好闻。我看，这两边再夹一个。还有位置吗？好嘞。
原来如此。我想要从后面推耶，大力把它推下去。哎，又推。他那个还是他用8的，不要夹到他用8的。哇！哦，超大声。有了。哎，这边很多，应该是回不去了。这全包应该就出了吧？啊，可以，两个就够了。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味道。卫生纸总不会难夹了吧？还有7秒，不能拉吗？行，放心。这感觉好像怪怪的。我去那边好了。我还没有看到这边来。哎，这个。有你想的这么美吗？不是，超容易顶爪的。是吗？好放心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个在优品有这个，然后这个5点的应该很难吃，而且我打的都打。我觉得很怪，我就不合理。它5点，可是它超是200的，嗯，有点奇怪。我刚看有一个东西明明就很高，可是它才7点。是哦。有简单吗？反正我差2点就可以换帽子了。哇，怎么都这么大甩啊，都不会坏掉是不是？不行，它那个力气不够大。哇，这个抽起来吗？哦，好像可以了。可是它是过不了甜点。我觉得好像有可能。再一次不行就算了，好像过不了。它太长。哦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不夹中间的，我去夹它，因为我怕被那一根挡住。有了吧，起来。好，放心。他把夹多少？哦，倒数快。掉，哎，好像可以抓一坨，不行，我差60哎，放弃。我们好像可能还是要去玩那个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可是他没有补哎，他没有补好夹吗？他怎么大甩了？哇，挖多两个点。哦，可以啊，所以也是2点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所以是2点，那你再拿走水好了。啊，还在捧螺烧，不要水，不要提前。这个先拿起来。小汉点数。那我想换一个铺满的帽子。好，刚刚拿一个袋子。可以跟你要个袋子吗？没有，小的还大的，小的就可以了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Oh.